当时见到他是在正式的操场那一面，我记住了他的名字，归晓。你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晨，不是晓，晨晓，早晨的日光，很配吧？喜欢我吗？你这么问的，我们先说好一件事儿，在一起了就不许分手。那个时候，把所有情感都寄托在一个电话线上，好像我们在平行的两个世界。我每次听到他叫我陆晨，我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。所以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什么？真相。